先量量体温。好，好。哦，374，而且我已经有喉咙痛了。我要插到这么深吗？哦，进去了吗？哇哦！四 D， 天哪！目前看起来好像没有。A few minutes later， 就十分钟后，十分钟后老师的结果是有浅浅的一条，咋地？我确了，我了个确诊。